哎，各位朋友，大家好，干杯！我是小蔡里、哦。今天又要跟大家分享、哦、超好吃的这个渔获海鲜了。而且这次要感谢渔业署的计划经费来推广这个渔业嘉年华。哦，对。有帮助到许多的农渔民啊，然后还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优质的国产渔获。各位，优质的国产渔获、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三件？今天有 A、B、C 三组哦。我们马上来认识一下。好，来，各位看一下。一二三，应该是 A、B、C 三组，这全部都是渔业署认证的优质厂商。对，好，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那从 A 组先来。好 ，A 组先来。好，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A 组。各位有没有看到署长跟阿芳老师联手直播的这个快闪限定组合？哦，各位，之前如果说那个渔业署长加码在阿芳老师直播这个平台没有抢到朋友。今天还有机会买到，对，今天还有机会买到，就在我们这里而已。对 对, 對。好，那你如果错过就没有了。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香香。哦。那我都把它拿出来了。好。好。哦，各位有没有看到香鱼公的啦？350克三入，台湾鲷整尾500克的，鱿鱼串哦，这是两串入250克的。还有白虾一整盒的哦，还有白虾600克一斤，对，还有生冻小卷，还有生冻小卷，然后那时候那个署长有加码，各位霸王鱿鱼吧，哦，各位看起来特别大只，这个霸王鱿鱼，而且里面有两只哦，两只，来给大家比一下小蔡的手来，哦，所以大概是我三个手掌大了，这个霸王鱿鱼很大只，而且它都有这个竹签串好了，这两杯行吗就很笨哎，对对对对对，那还有哦，加码赠送的花枝丸，哦，后来各位看一下，全部就在桌上这里。哦，香鱼，哦，这样，这些，哇，像这白虾，这是一斤哦，不是半斤哦。还有这个，哦，鱿鱼，四只鱿，尤其这两只，哦，超大只的，哦，还有这个鲷鱼，这样，哦，这样，各位，你猜多少钱？999含冷冻运费。哎，各位，很便宜啊，冷冻运费含在里面，只有这样直接就送到你家。这个都是渔业署认证的优质厂商哦，就是这养殖叶子直接送到你家哦。而且他们的真空的好好，我最喜欢这样了。对，要抢的赶快自己到下面点连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B 组。好 ，B 组来上场了。哦，各位，我们来看 B 组。哇哦，够细了，漂亮哦。哦，这个是那个平荣坊的蒲烧鳗。哦，这个送人都可以耶。这是赞人呢。对啊。会发光吗？哦。这是白烧，对，白烧，那所以这样有四片，哎，等于九零就是两只，对。然后这里面还有几片，看一下。哦，蒲烧，二三四，哦，这个是五，还有六七八，我靠，这修憨嘛？这安尼拢弄啊？对，十安尼的恁定义是十块是不？是哈？对对对对对。哦，各位有够多的啦！超赞的十只，刚好是符合你的取向哎，你最爱的鳗鱼。哦，对，鲑龙鳗鱼，你就直接攻击本体，有没有？不用在那边有的没有的，喜欢吃鳗鱼你就是针对它了哈、欸。各位跟你讲，十条鳗鱼这样1888含冷冻运费，所以等于啊一条无200块。对对对对对对。一尾鳗鱼不用200块。对啊，它就刚好十只啊。对对对对。哎，它还有送呢。对，还有送，各位。是有送这个是鳗鱼串5串哦。哎，我记得还有一个保冰袋，对不对？他送的这个是我个人最爱的，就是这一种，一洗就短开，都为你款，这样子。哦。它是这样，有没有？你如果去那个超市买菜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哦，这个各位装真的很大。啊，它很贴心，这里还有设计有一个纽扣。你要增大也可以增大，不增大也 OK。然后它这个还有一个辣类那样的挂起来，哦，够赞的啦！所以这样你1888这样整个礼盒，它还有送鳗鱼串跟送这个保冰袋。对对对，欸，真的喜欢吃鳗鱼的你就直接攻击本体吧 ，B 组。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哪一组 ？C 组。C 组。好，各位看一下，接下来这是 C 组高雄茄碇区农会的。哎，也存到这边。哦，是沙巴鱼耶！
哦耶，哦，虱目鱼肚，而且它是虎烧的，加热即食哦。哦，对。然后还有鱼肚，鱼肚。对，这一组是沙巴皮，你看里肌肉，这包是沙巴鱼里肌肉，这鱼柳你买得出，这一般就拍卖吧。而且一整斤的哦，还有你最喜欢的。哦，我上喜欢鱼皮，去台南吼，你淋鱼肚汤以外，还要淋鱼皮汤。这个鱼皮沾瓦沙比酱油超好吃的。哦，对，你用干的、湿的都可以。对。然后还有沙巴鱼丸。哦，沙巴鱼丸两包。对，还有一包，你看。哦，白虾仁呐、啊。白虾仁，对啦，而且还真空好的。好了，那这样子总共看一下是10件哦。沙巴鱼、鱼柳、鱼皮、白虾，哦，沙巴鱼丸，这样10件组呢。那价格是999韩元，十件999韩元哦。各位，那个冷冻运费240块钱扣掉，你看这样一件多少钱？一件只有70几块。这一份是大70几块吗？这也太赞了吧！对啊，各位，这写其实就赞哎，这个而且这个都是正台湾渔民养殖业者的，这个都是渔业署认证的，是有认证，然后有的是有履历的。对，虱目鱼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牛奶鱼哦，为什么？它有很丰富的那个蛋白质，还有很多的那个营养维生素啊，一些营养。所以咱台南其实是沙巴鱼就多就多哦，所以啊，台南出鼻物吗？啊、所以吃沙巴鱼会像小菜一样，牛奶美女。那到这个时候你自己就看你要哪一组了，自己去点了啊。对。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料理时间了，对，要填饱肚子的时候了。我就是要吃你看。哦，各位来吃吧！哦，超丰盛的一桌，来开饭啦！哇，各位有够这新鲜的不？我赞的啦！干杯，应该超开心的，因为这个海鲜类干杯也是很喜欢吃的。我超喜欢吃的，开心到爆！哦，我要一碗海鲜粥。我想要一碗海鲜粥。你做过价哎，我就叫我价。他的鱼皮超有肉的。哦，各位你要看这鱼皮，哦，有够有肉的啦！我靠，很新鲜哦，好新鲜哦。对啊，就像这样子宅配放在家里，这样子是很方便啊。然后真空包又不占空间。不管你是要在家里你要自己煮，还是平常要吃，还是要烤肉都可以。中秋节还没过年呢，你也才过几天，喊个双十节。哈哈哈。连假，双十连假还可以继续烤呢。对啊。你还会做海鲜粥，我会用。做的切片，哦，慢串哎，慢串，我觉得这个慢串烤肉真的超方便的，真的，这个蛮不错的，好像在日本居酒屋，有像啊，真的啦，然后我就不客气了哦，哇，不客气了，哇。哦，这家我大只啦，飘香啦！耶，小菜不见了。我去看里面哈，这个大只巨无霸是2只哦，我们是要先烤1只。我因为怕烤太多吃不完。吃不完的。这些加赞的哈，你们赶快自己有兴趣的 A、B、C 组自己到下面去点连结。然后顺便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前100名，你输入这个折扣码，
那有50元的优惠。对，有50元的优惠。嗯，啊，2050元太少，因为这个已经是太便宜了。哦，这一件小刚刚小刚。50元还可以加点折，不错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好，那就这样了，各位。这一点点解了，我们要好好享受。干杯，已经蓄势待发。对吧？我外个蛋啊！我们下次一天见吧。拜拜了。拜拜。用霸王鱿鱼跟大家拜拜，拜拜。哦，伊这鱿鱼这肉够高的啦，超厚实的，这超厚实的，吃起来真的很有口感 哦。对啊，对啊，对啊。另外一只我们也拿来烤一烤好了。哎、欸，好啊，好啊，另外一只也一起烤一烤。嗯，那我们今天又要来推荐大家哈、哦、好吃的鱼或海鲜了。对，这次很感，哈哈哈哈，我冲一下。喵喵。